最后决战，一人会带军沿着虎中枢，同归印度关，一场决心当票的大战，即将展开。大军在前方杀敌，大军敌前，骑兵高峰把风扫呀，你要是火急手，我可能有些。 正面的对，这是毫无出彩的战术。现在虎已经会进入这种战略。八方少爷，你到底在盘算什么？启禀洪洪殿下，东方三里处已经发现着军中央，是谁带队？乱军中有几条八方少爷的身影。八方少爷，全军进发！杨明，冲啊，冲啊！ 虽然来得太急，但你爱护寡人，我宁可辜负天下人，只可惜定该。 红色之剑，最适合这场战争的主角。好，杨希突然把红少爷顶住全身之力，破除了最后的一道。八通所有，不负初心。红色之剑，海境内战最终篇章，红霞军一人会。 最后决战时刻，王秋生、八名红武、敖先生，谁是最后的胜利者？我新阿舅要面对龙三龙的质疑，新国文红又在盘算什么？欲知详情，请继续观赏《金刚二九界之束妖记》第28集《红龙之神》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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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